天使艾米丽温柔又可爱，让我们为她做一件白色的裙子。这套衣服由蕾丝上衣和一条闪光薄纱制成的蓬蓬裙组成。白色的天使羽毛附在包包的织物上，修剪一些天鹅绒并固定在她的腰部。一串串亮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她的脖子上蕾丝项圈看起来很漂亮，背后还有全息翅膀。艾米丽头上有个光环，她很热爱这个世界，这个天使对每一个生物都很友好。她喜欢在云层中飞行。艾米丽正在寻找一个日历，这样她就能在日落时准时到达，她不能错过这样的景象。恩伯向拉里路的造型师寻求帮助，头发延长有助于创建一头完整的头发。使用红丝带做件露肩上衣，再搭配蓝衣石。她的亮片裙子上有火焰，这是一个好主意。用红色和黑色包纱制成的大蓬裙看起来像火焰。做弯曲的脚，涂一层红色丙烯酸漆。一对特殊的脚是每个恶魔最重要的配件。红色口红，很好的选择，伯恩。我们可以为你提供相同颜色的闪光眼影。你是拉里路沙龙的 VIP 客户。泡沫纸片只是它翅膀的一小部分。羽毛修饰出正确的形状。它们是防火的，因为恩伯有火的能量。神秘的黑暗天使是如此强大。恩伯拥有这座火热城市，还有整个地下世界。他是一位睿智又坚强的统治者。用竹棍做一根天使魔杖，引气越多越好。将一根细细的电线缠绕在整块周围，上面有几个金属翅膀。一个巨大的水晶赋予魔杖魔力。艾美丽的任务是帮助地球。他确保季节改变，大自然顺其自然，只需要摇动一下魔杖，一切都会开始绽放。花园里的花盛开了，艾米丽帮助每株植物生长，直到一切变成美丽的绿色。莉莉，你在偷看吗？等我长大了，我想像你一样。你会的，你还会有自己的魔杖，只需要耐心等待。每个王后都应该有王位。画一把黄金扶手椅，勾勒出纸板背面的轮廓，用黑色织物覆盖后，宝座看起来很棒。馅料使它格外柔软。蓝石丝带覆盖扶手，背面有红色晶体，看起来就像光线。闪闪发光的石头飞满了宝座，上面布满了精致的装饰品。像这样的椅子很符合恩伯的风格。他黑暗的城堡里到处燃烧着火焰，这里装魔法水的大锅，图书馆被蜘蛛网覆盖。没想到吧？别担心，欢迎你的到来。我住在这里，是的，舒服又温暖。它和艾美丽的云不一样。哎呀，我得赶紧喝完鸡尾酒走了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做一个天空拱门，框架应该是稳定又明亮的。艾美丽选择了最好的装饰，带蓬松的小绒球、蕾丝、亮片丝带、白色浆果、可爱的花，还有水晶珠丝带。安装由石膏片制成的支架，泡沫塑料球使拱门看起来像天使。馅料做的云提醒着我们正在天空中。艾米丽来结束她的工作，拱门看起来很棒，所有的天空游客都穿过这些大门。下次我会邀请恩伯，我要把他介绍给妹妹莉莉。纸巾非常适合用来做一本咒语书。
折叠黑色纸，添加页面，它们应该被好好保护，否则这本书会失去它的魔力。用金属框架装饰盖子，把它涂成黑色，中间有一个神奇的三角石，每一页都写满了人类无法读懂的神秘语言，恶魔保护着他的秘密。他可以进入一个魔法图书馆的隐藏部分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秘密书籍。邓博来这里是为了锻炼他的魔法口诀。这是我的书，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海盐、蛇牙、女巫的耳朵，变一只青蛙出来。耶，我做到了。棺材钉、黄蜂、恐龙就出现了。哦，我太累了，召唤我的朋友过来吧。我怎么来这了？可能是在云层中飞行时迷路了。艾米丽，快看我多厉害。恩布还在训练，他的力量是如此强大，即使没念咒语都把他的朋友变成了一匹白色的小马。哦，这太糟糕了，书里没有写这个咒语。南瓜、苹果、辣酱，把它变回以前的样子，成功了。真奇怪，我们去散步吧，我需要放松一下。左下一个工艺瓶，我们需要几个闪闪发光的云。看我纸条交给容器增加更多的体积。长卷轴已经为艾美丽准备好了。下面是所有将去天堂的人的名单。天堂卷轴的存放处已经满了。地球上有这么多纯洁的灵魂，艾美丽正在读他们的名字，很难保持专注，但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当一个新名字被读到时，一个新的灵魂就会飞上天空，他们都需要穿过天堂的大门。一个旧音乐盒可以变成梳妆台，勾勒建模并创建一个带有闪光方面的桌面。镜子是分开的，用红色扮珠贴成圆圈装饰。剪下薯片的包装，用泡沫纸盖住它，这种稳定的支撑可以支撑住桌子的重量。桌子两侧有流苏，镜子后面有黑色羽毛。华丽的化妆桌是恩博房间里最重要的部分。当我们的恶魔准备出门时，他直接走到他化妆桌前，可以梳头发，在镜子前喷上他最喜欢的香水。姐姐在哪里？她以前一直在这的，我要尽快找到她，到处都去找找。使用查找键和环来制作喇叭，只有训练有素的天使才能使用。鸟儿们聚集在喇叭周围，保护它不被别人拿走。谢谢你们，真好。鸟儿们飞回到树上，艾美丽决定，我将演奏最美丽的旋律来感谢你们。音乐带来了和平与和谐，这首歌比沉默更安静，比爆炸更响亮，让它走到了每个生物的内心里。把一个旧玩具狗狗变成地下世界的守卫犬，涂成红色，画黑色的蝴蝶结和毛皮上的印花。不要伤害这只小狗，它对陌生人很好奇，但不会伤害你。它背上有闪闪发光的翅膀，恩博给予的宠物飞行的能力。金色翅膀看起来总是很惊人。它有项圈和六神，翅膀上覆盖着羽毛。杰基是恩博最喜欢的宠物，他帮他守护高高的悬崖。恶魔想起他从早上起就没有见过狗狗了。杰基从来没有错过午餐的。杰基，过来，你在这里，我的宝贝，你迷路了吗？我自己一个人去不了地下世界的尽头。我们终于在一起了。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吗？
那就给我们点赞，订阅拉力路频道，并打开提示铃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娃娃工艺小技巧了。